这本书《死前见真光》是透过李在入牧师所写的，是他的见证。那时候李在入牧师他才三十岁，他本该是享受青春，拥有方丈雄心的人生黄金期，然而却只有看着自己的病体慢慢走向毁灭的份儿。后来他因这些的疾病变成家庭破灭，后来李在入牧师遇见永活全能的真神，身上所有的疾病得到医治，神使李在入牧师从七年的痛病的束缚中摆脱出来，一夜之间变成健康的人。从此李在入博士开始尽心尽意爱神，并以侍奉神为至上。感谢主，李在入博士他让我领悟到这本神的奥秘，让我知道人生中不只有一些的事物上而受到折磨，而是让我们要遇见到永活的真主，让我们都能够体验到阿爸父的慈爱。所以各位的圣徒们，所有的亲爱弟兄姐妹们，希望能够透过此书都能够体验到体验主荣耀主的圣名。阿们。